这几年国内的选秀节目也是一个接一个，现在更是大家一起壮大，乘风破浪的姐姐、创造营2021、青春有你3等等，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时间播，因此竞争力也是很激烈的。作为青春有你2出道的女团泽奈可以说是非常红火的，在选秀节目当中的优秀选手也是不少，因此成团之后也是被给予了众望。可惜自从成团之后，这个女团的团体活动或者舞台秀就非常的少，她们基本上都是以团之名独自发展更多，更别说像一些专业的女团一样出击开演唱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既然是限定女团的话，那么肯定也会有成团的期限。这几年来出道的女团或者男团期限都大概是2年，也就是说泽奈面临解散，剩下的时间也没有很多了，所以他们也为了给粉丝回馈，举办了出道以来的第一场演唱会。不过因为疫情的缘故，依然是线上举办。这次好不容易应粉丝的要求，公司终于为组合准备了线上演唱会，粉丝们都非常的期待，而且看前期准备还是下了血本的，不少粉丝都愿意掏钱支持自己的偶像。而且这次演唱会也规划得很聪明，有团体也有个人的节目，完全满足了所有属性的粉丝。据悉泽奈演唱会一共是2场，在3月26日和27日晚分别举办。昨晚泽奈演唱会第一场举办，刘雨昕、虞书欣、许佳琪、预言、谢可寅、安琪、赵小棠、孔雪儿、陆可然等人的表现可圈可点。演唱会开始到结束，粉丝氛围也是很热烈，关于组合的舞台造型和个人表演等都被议论纷纷。只是作为大火的女团，自然也是很多人盯着，这一盯还真的发现了问题，并且还有一点严重。在泽奈第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网络上热议最大的便是开麦以及假唱的问题，并且假唱话题还登上了高位热搜，使得众多网友吐槽泽奈，并且还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如今泽奈在第二场演唱会上可以说是实现了复仇。3月27日晚，泽奈演唱会第二场举办，今晚的演唱会当中大多是小分队组合的形式表演，堪称复仇之战。据悉当晚的表演当中，刘雨昕等人的唱歌以及跳舞均在线，并且每个人都非常的狠，尤其是刘雨昕，不愧是全能 ACE， 原音盖过了副音，简直是卯足了劲儿在唱跳，货赞满满，其他成员也是如此，为此还被调侃是怒唱。在表演完毕之后，刘雨昕作为泽奈的 C 位，还疑似回应了昨晚演唱会的争议，表示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如直面去回应，这就是我的态度。显然是用第二场演唱会作为复仇回击，让观众看到了泽奈的实力。在泽奈第二场演唱会当中，可以说是有3位成员绝了。首先是许佳琪，穿着恨天高高跟鞋在舞台上表演了绝招蝎子腿，这个动作简直太绝了，很多网友及粉丝在线模仿几乎无法模仿的精髓。还有便是预言的口红，3月26晚预言以一身小丑的造型表演了蔷薇之巅，全场可以说是非常燃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预言精心准备的 solo 舞台却是耳返没有开，很多网友认为是公司在刻意打压预言。在表演当中，预言曾经有多个明显的提示动作，如点手麦往上指，很明显是让手麦声音开大一点，随后还点了耳返，显然是让调耳返声音，但是导演组却无人在意。最终预言在耳返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坚持表演完毕，因为早年不当言论的原因，预言本身舞台就非常的少，所以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此预言表演完毕之后便对导演组喊话，老师耳返没有声音，主持人大佐接话，但是表演依旧精彩。在此时明显可以见到预言几乎是将发飙的表情，总而言之非常生气，甚至没有控制好情绪，最后用带情绪的语气说了一句，明天给我开开声音。不得不说公司是太欺负人了。在第二场当中，预言也是卯足了劲儿，表演当中将口红从嘴角擦向脸庞，配合着小丑妆非常绝。还有便是孔雪儿的 ending 也被称赞不已，虽然动作小但也看得出巧妙设计。其他成员当中，安琪也获赞满满，全开麦表演很在线。不过虞书欣表演虽然进步很大，但是依然有瑕疵，那便是表演有一部分不稳，据悉主要是当时滑麦了，调整的时候出现血丝，但是也可以听出进行了开麦。总而言之，泽奈第二场演唱会比第一次强了太多，工作人员运镜也用心了许多，许多网友为此打分90以上，可见对于泽奈演唱会的认可。当然不足的地方还有不少，
但怎奈已经赢得了肯定。3月28日，刘雨欣乘坐飞机的时候捡到了一张乘客的身份证。随后，作为热心市民的刘雨欣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飞机上捡到身份证来自北京，不知道哪个航班座位是 3A 的李贺先生。如果您有看到这条微博，请找我认领你的证件，大家出行也要记得带好证件。刘雨欣真的是太可爱了，在飞机上捡到身份证的时候还拍了两张照片。我们看到第一张照片当中的刘雨欣拿着这位失主的身份证照片拍了一张合照，而且还特别热心地帮着这位乘客打上马赛克，这样既能够帮助失主确认丢失身份证的信息，也能够隐藏失主的真实身份信息。我们看到刘雨欣也没有任何的明星架子，而是非常的热心，像极了我们身边的热心市民。大家都知道刘雨欣这两天非常忙碌，参加女团的首次演唱会，演唱会刚刚结束立马赶飞机换场地，非常的辛苦。在此期间乘坐飞机的时候还乐于助人，在全网发信息寻找这位失主，想必这位失主很快时间将会看到刘雨欣发的消息。身份证是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证件，尤其是像现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不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出行，总是要用到身份证的。像这位先生把身份证丢了，在飞机上也会遇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刘雨欣也是非常的热心，捡到身份证之后迅速发文在全网寻找这位丢失身份证的失主，真的是太暖心了。随后刘雨欣还晒出了一张看到身份证原图的照片，刘雨欣一只手指着座位前小缝里面乘客丢失的身份证。不得不说台下的刘雨欣真的是太可爱了。刘雨欣发文之后，网友的能力也很强，迅速帮着刘雨欣寻找这位丢失身份证的失主。这条寻人启事的动态传播速度也很快，大家在一个小时之内转发量就达到了10万。也有不少网友看到刘雨欣的文案之后评论称热心市民，热心市民刘雨欣。也有粉丝看到刘雨欣晒出了和丢失身份证的合影之后说，宝贝你也太可爱了，还要合影。我们能够看到刘雨欣并不是像一些流量艺人那样有强大的偶像包袱，而是非常的接地气，这次也被贴上了热心市民的标签。我们看到演出之后的刘雨欣也是完全素颜，戴着黑色的口罩，黑色的帽子，穿了一身便服，看上去非常的普通，帮助乘客寻找身份证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架子。在文中也提到要让这位乘客亲自去找他认领，并不是把身份证交给机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乘务员等，这样能够看得出来刘雨欣真的非常热心也很负责，做事情想的也非常周全。刘雨欣平时的妆容发型状态看上去非常的酷炫，一点都不像一个女孩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到刘雨欣的可爱之处，不仅和这位乘客的身份证合影留念，还在全网寻找这位从未谋面的乘客归还身份证。想必这位乘客也非常的幸运能够遇到刘雨欣这样热心又负责的姑娘。大家对于刘雨欣这个女团罗娜也是非常关注的。